老板，谁叫你啊？我先啊，知道吗？蒸糯米啊，两糯米对，糯米最好。啊，糯米熟的。啊，那我们打那个小米不是比较好？哎，你今天要说的，怎么弄的？过了五路。你来搞什么？五十天的好，真的谢谢各位哈，的确大家的想法都出来了。希望这一次你就这个方式哈，啊，告诉弟弟弟弟弟弟啊，弟弟弟弟啊，哎，我们要关爱大家的。很理想，我哎，那么多人家烧完了呢，哎，那啊还有那我们这一套，因为暑假的时候，我刚待了一段，你那就下个礼拜哈，反正我按照顺序都哎，按照顺序都啊，你在都分别了，对啊，哎，那么。开始没有吗？我们这里综合吗？对，我们是综合在一起吗？啊，是的。那以后就有个别分组了。按照那个。那不是现在在那个十八号的那我们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也是分组啊。没有，不是你们外省的噻。上个礼拜是延到现在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才合在一起。对，因为你开会可以那个比较。对，我也讲礼貌，一定分的。对，这一次就。三个人下个礼拜，你们三个。好，我在做了这一单。啊，下个礼拜。下，那个还是过年的啊。啊，我。Ma poi a dire che Maria Riana è come a suffare.